昨晚周深在 IP 丧音浮沙的直播大家看了吗？工作室分享了周深在直播时的直播照，发博说稳定状态，抓住时机，留金猜想，寻找自然秘密，和周深一起迎接挑战，再创新高度。说到直播，这个周末王者荣耀共创之夜直播也要来了。24日，王者荣耀官微艾特周深送出福利，随机抽3位幸运粉丝送出周深亲笔签名照1张，并且发博说已经有1分钟没听到奇迹时刻了。别着急，王者荣耀品牌代言人周深会在10月27日2024王者荣耀共创之夜登台献唱，并上传了周深演唱会演唱奇迹时刻的片段，这剧透就很明显了，周深要演唱奇迹时刻并表现魔术。同时大家不要忘记，27日晚上音乐园计划要播出年度盛典，有周深和薛之谦的合唱，周深和周笔畅的合唱，大家该怎么选择呢？大湾区艺术节开幕式，周深受邀参加谭盾大师音乐会声音河流的售后还在继续。24日与周深共同合唱音乐会主题曲的国家二级演员乌云塔娜发了与周深的合照，并称周深非常纯真善良。香港销量最高的英语报纸南华早报也对音乐会进行了报道，并提到大陆著名歌手周深演唱主题曲把活动推向了高潮，夸赞周深演出的非常好，还提到了周深返场演唱月光爱人。最后周深要不就安排一场香港演唱会吧。